你那宋昆明现在就在健身房，长什么样啊？帅吗？没看着，光听说胳膊上有一纹身，纹了条龙。 Excuse me， 请问你是宋昆明吗？ 我是啊，请问你有时间聊两句吗？那咱们就约在顶楼的露天咖啡吧。特后悔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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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刚才看我了吧？所有的人都看你了。 你这是在故意气你？你是真看不出来。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要出去透口气。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吗？别这样。那。